多。嗯，上哪儿钓的鱼？要不咱俩买一条，别把下塘方咱出来了。啊！哦，好好，走。哇，这下可以了。上哪儿钓的鱼？怎么还有老虎斑？他俩今天反常啊，钓到这么多鱼，居然还有淡水的老虎斑啊，黄辣丁还有草鱼，总共有三种呢，没想到收获还挺丰富的啊。这下老实了吧，老虎斑我也没处理过，反正就是把鱼头弄下来，鱼生肉片下来，前提是你得准备把锋利的刀，否则磨刀挺累的。处理草鱼我就比较在行了，鱼头鱼尾去掉，关键是新线，只要把两侧这根线抽出来，做出来就不会腥不拉几了。草鱼我就这么切吧，我这刀不快也没招了，黄辣丁就划几刀得了。妈，我饿了，快点。好了，快了，幸好我有绝招，快手小厨酸菜鱼调味料。酸菜鱼能不能成功，关键因素是酸菜。这包装上还贴心的写明了做菜步骤，小白都能轻松上手，只需根据它的提示，使用好腌料包、酸菜包和调味包就可以了。他们钓来的这三种鱼都是同样的腌法，腌鱼是最快的了，十分钟就好。前面的步骤搞完，做就更快了。油锅葱油爆个香，加瓶水。老坛酸菜打不太辣，就把老虎斑做给儿子吃吧。先把鱼头鱼骨煮个三五分钟，然后再下鱼片，还有儿子爱的鱼豆腐，再煮个两三分钟，倒到烫过的生菜底里。为了防止碎啊，得先盛鱼，后把汤浇进去。哇哦，这品相堪比饭店啊！嗯，好吃。那黄辣丁就做金汤酸菜的吧，有点微微辣，刚好是我喜欢的。金汤嘛，自然得配点虫草和我爱的木耳豆腐，三分钟齐活，这个时间控制的正好，肉质又嫩又鲜美。牛爸总吵着要吃辣的，今天就用他钓的草鱼满足他吧。哇塞，这红油咕嘟咕嘟的，看着就超有食欲。看我这手艺，用了20分钟就做好了，果然快手做菜快过外卖，而且购买也很方便，网店超市都可以买到。哇、哦，看着不错啊，下次我带你去钓啊。好，这个不辣，尝尝。不、哦，哎，我怎么知道有鱼啊？哎呀，我看到他们在超市买鱼了。哎呀，这么多你们也吃不了呀，辣的你们也不吃，你们留一份就够了。你别笑。